哎呦，气很足，忘了，我也很忘了，很忘了。哇！来，我们这一组的很有实验精神，都会去体验一下，很棒。从这边，因为他往那边，你就要在这边，不能在那边。好，来。来。我们那个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哇！哦，在山上啊，肺活量比较大。哇！他是拉拉山水蜜桃王子。真的。然后他说他妹妹是水蜜桃公主。他是回来度假的。山里面的肺活量很大。不像我们是放到里面这样。这个是你的小孩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吗？对，这我妹妹的小孩。哦，这个很像，非常。好，来了，我们进行下一个活动了。哎，我们的比他们旺哎。好了，我们趁胜追击，都很好，都很好哈。来，我们去下一个活动，就是去体验陷阱啊，怎么做？